春晓，清雅出尘，与他相伴，心绪淡然恬静。6.9块包邮的冰敷眼罩，网页端点这里就可以买哦。说到输入法，相信安卓的老用户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为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输入法而苦苦纠结。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章鱼输入法，算是近两年来难得的一款精品输入法应用了。章鱼输入法对细节的处理可是非常的讲究呢，所有的切换功能都遵从一个从哪里按进来就从哪里切换回去的原则，绝对不会让你手足无措的。而且用输入法的私藏词条功能更是让小爱我拍手叫好，像一些邮箱地址啊或者登录账号什么的，我们都可以事先保存下来，日后使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喽。当然啦，章鱼输入法最大的特点还是加入了即刻模式，在这里你可以对输入法进行一切你想得到的设置，甚至啊可以给它设置背景图片，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皮肤。总之呢，章鱼输入法除了拥有出色的输入体验外呢，各种各样的实用功能更是值得一试。目前这款应用只登录安卓平台，所以安卓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哟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有意思的音乐应用 Moji to Relax， 这是一款白噪音应用，在这里你可以聆听到大自然最纯粹的声音，丛林鸟叫，小河流水，只要戴上耳机就能让你身心放空，享受最质朴的声音。不过呢，应用的杀手锏可不是这个哟，看，手指贴到摄像头位置，应用就可以根据心脏跳动引起手指颜色的细微变化，从而来测出你的心率情况。然后呢，再根据你的心率生成一段专属于你的心跳之音，扑通扑通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带给心仪的那个他听一听，嘿嘿，貌似又是一个泡妞的好应用哦。目前这款应用双平台都可用到哦。那么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Transform， 中文名称变形赛车，哇哦，这简直就是硬汉专属机械迷必玩的一款精品了。游戏画面配色浓艳，模型场景更是有着浓浓的手绘风格，游戏还拥有一定的剧情元素，虽然剧情比较狗血，叫我们收集四大上古神器来拯救世界，哎，但我们还是不要忘了游戏的最大卖点是变形。我们驾驶的大脚车可以变成三种形态，分别是以红色为代表的机枪、蓝色的飞机以及黄色的增强机。游戏中我们需要变化什么形态，就要眼明手快的根据场景的提示来操作啦，所以呢，游戏整体体验上还是有一定的操作性和挑战性的。目前这款游戏双平台都可玩到哦，喜欢这种类型游戏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呀。